还剩十秒。哎，对面平均分好低啊！还有五分局啊！这把输了就是45吧？五分局啊！对啊，我们小分队不能。蜀山，你也在吃饭？对，我也在吃。这把输了就是45。把，要么就吃临时化水，要么吃矿化水。你怎么知道我吃临时化水啊？穷屌，有弹幕的好不好？我操！对面好认真，对面好认真，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哎，谁进了？对面很认真，很认真。大逼，我的大逼啊！对面很认真。和你说，这盘对面想尽办法想怼我们，因为他们赢了，又你妈爽，又有分家。对啊，他们就选了三个英雄都实力很强的样子。哎，啊！我操！我点错了。啊！我想点蓝猫，点了个 bug。这 bug 我不要玩。bug 打得过谁吗？对面。哎，你们别搞啊！哎，我记得九生帕克暴走过，九生搞了。哦，不要啊！你说这帕克打得过谁吗？对面这几个。请挑选英雄。哎，来大哥，要不选大哥给我？我大哥吗？我大哥吗？不知道该拿什么了啊！拿什么？哎呦，这对面这你妈要死！还剩十秒。蓝猫巨魔，我想退了。蓝猫巨魔还有个土猫钢背啊！你先。我操！我想全一般点蓝猫的，点错了。打双核好难打。哦，有个蚂蚁还好。哎 ，B 哥把蚂蚁给我吧。九生补个中单核在。那蓝猫那个帕克中啊，没事，我补一个，可以，我补一个。你要补个核。我知道我要补核。少了打不补核，核少了打不了。蚂蚁想去打那个钢背兽，还是想去打巨魔？我优啊，我打优啊。好，我想一个劣势路的。不是不可以，你的上分英雄。请挑选。是虚空假面是吧？对，烈士路有开人面，只有虚空假面啊。还有别的？再想想看。还剩十秒。哎，算了。假面，出来，就这盘挺想玩敌法的，敌法挺厉害。吃出来两个，一个够了吧？一个。空三伏吧，空三伏。两个。正战到。无法。哎，爷爷们，等于这盘啊，就是我给你。我不想抽克斯门，你拿你啊，我放你啊，放弃你了。我已预见此。我们的那个
辅助哥一走，整个军心大乱了，已经。功夫你碰不了的。好像遗忘。30秒后战斗开始。打野的失误不过分吗？这应该是我是吧？叠他。哎，找了找了。打不过。哎，我去下路吃，给你。节奏有点不是特别对了。知道。感觉是他胜算不是那么大。征战号角响彻全城。不该去抢桑德福吧？我怎么感觉看对面的阵容我们都打不过？你他妈又马后炮，人都死了。我听指挥嘛。不是啊，守个帕克。我一定要打好。错了。自己守个帕克。跪着也要打完。先别甩锅，蜀神，帕克也是你的专属。对啊，蜀神你他妈好坏的风气啊，最近一死就逼逼到。我已遇见子路，老子大哥买甲乙我都没说话了。我的。哎，我接收 C。那你来叠他，拉波野。哎，你要不要来下？你先保一下。你觉得 C 下路我感觉打得过我们两个？不对。我呢？不然我下路是看画啊，你看这两个人。反哺。不祥的征兆。什么话？山水还是油墨？正在走。很恐怖的话。不走寻常路。好像遗忘。好的。我是有远见。这暗幕这么紧张吗？不祥的征兆。让我补个兵。时间的行进。操，这暗幕吃小蓝毒啊！快了！杀不了了，没。哎呦，血崩这波也拉的。无法阻挡。向前，补两个兵，摸我这么多枪。看到没？时光飞逝。我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我操！时间的侵蚀真丢脸。正在走啊！感受末日。急啊！向前。看见没，小陈？看到了，我就一级跳。不祥的征兆。我过不去啊！他没血。我知道，但是我下路是塔兵啊。在我这里，看见没？跳过来，你把他杀了。还行，我觉得赚了。你不仅丢了脸，还丢了命。你的死期到了！哇塞！啊，什么声音？我看到了。哎，结束。我走。不走寻常路。我操你妈的！无法阻挡。好的。啊！时间的又多了些放火的燃料。你的时间不多了。对面那土猫我看出来了，是个会玩的。老大，我已预见此路。
面对我在这儿。装备十六瓶。我的力量太强，你诞生时我就预见到你的死亡。一个，你老来吗？我看也没眼前。正在走啊。要冲吗？要冲塔吗？我绕一下。我是两机器。哎，打不过他吧？你还能站起来吗？没事吗？没，我他妈三级两级那个。我去下面制服。有备无患。早上出绿血了。我已预见此路。他妈乐了。不走寻常路。我得站一下。无法阻挡。知道了。向前。快回我吧。时光飞逝。我操，他滚上了。时间的行进。我有大了，他没磨，蓝猫没磨。不祥的征兆。我已经不想大两个，我想把那 SP 一起大了。时光飞逝。好的。无法阻挡。往塔下走，他没魔了，往塔下走。哎，我给，我没事。向前，黄金永流传，不走寻常路。我有大了。抛向遗忘。时间的行进。蜀山可以踢下蜀山。我没大。我有大。你有大是吧？后面有个戴泽。大塔。不祥的征兆。有个戴泽。戴泽。沉默者。原始自建。你刚害我。最后的众生为我敲响。向前。那人家都扶我吃了。是啊。不走寻常路。进攻。时间的行进。知道了。你放黄铜，我睡他。你放黄铜，我睡他。简简，我已预见此路。我死了。向资源回答。上上。正在走。压了好一手。无法阻挡。我级好高啊！我的攻击力愈发强大了，无法阻挡。上了三个。时光。算了，我打把踢了，打断了一个。我还是在，还是在。时间的行进。我快跳了。
这不我一日，这不我只以收割者姿态入场，节奏不带。不祥的征兆。一定是向前，又到了，上给上了，不走局了，上了，nice，有困难难受，实行消亡吧，加油，攻击，我。巨魔好像专业了，正在走呢，走，我操他妈的，来战，我方中塔需要支援，尝尝我的阵棍，我方中塔需要支援，可杀吧，可以，真的对面不过来，我可以先睡了，先睡，我操！别把我杀！算了吧，算了吧。他还有那个，哎，波藏什么情况？你要给我喝个苹果大的。老子买了个夏威，哎，他买，巨魔买了。买了还没接下来吧？哎，这边也崩了，接下来了。走，那就这个踢很久的。哎，干嘛的？干嘛？我喂你口瓶过来的。啊。我也要喂，我也要喂，瓶三口。谢谢，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我已预见此路。你看，你少了一口，我死了。方向遗忘。还有吗？没有了，没有，我操！我跳了，我跳了。我有绿鞋，我不回家了。绿鞋虚构什么套路啊？那他老耗我，没办法，我补给品买的过来的。九子，不祥的征兆。妈，九子绿鞋虚构，我一直看看这离家出啊。对啊。就是啊，很多装备都只有我一家出啊。没事没事，我相位蚂蚁也是只有我一家。我之前出过，我之前。哎。有的，哎，有的。蚂蚁，快快快！带你喝汤了。一个谢谢江苏江苏。你看，我就这个圣殿的回蓝，我一直在放大，我一直没回家。雪崩。哎呦！来了啊！我雪崩。这什么了？他们魔杖。他们魔了，这没来呢。还可以啊，这不，他们崩了。那巨魔买活的，巨魔。巨魔已经进入了，从来没见过那个钢背的。哎，对啊，他们钢背呢？再拉远补吧。他对线不出鞋的钢背，对线不出鞋。我从超维世界中回来了。出什么？时光飞逝。这把抢过了，先出风葬，再做大根。我想出战鼓了。无法阻挡。小剑太多了点吧。但是。我已御剑自露。你们见没见过虚空拖鞋大爷？你的时间不多了。第一个。天辉剑主全面加固。那没办法，吸血面具太贵了。正在走啊。那你出不出疯狂的？我在想。我直接搞个水晶剑吧，漩涡吧，漩涡。哎，大王，那开悟快点！我想刷。我再刷，一号也在刷。不走寻常路。
干哪？就去干那个蓝猫吧。你猜的，我给你指挥啊。我去塔后放个眼。刚被先锋盾啊！我上先来过来。我睡了，哎，你妈了个逼啊！我在你身后肯定是我先手啊！再说你也不用睡，直接大他不就完了吗？我他妈炮打不出来啊，我先睡的。你睡跟大不都是一样的吗？我不知道，玩的少啊。好的。正如俊言所说。哎，这波我好像应该去啊。敌方中塔已被摧毁。哎，兄弟们，我来晚了。敌方下塔需要支援。我帮你建大功。啊，这个我不想弄啊。哎呦。这个鸡，夜眼气血。这鸡是谁给的？哎，这个东西好肉的。他没攻击力。下路打钱去了。这波真是被你坑死了。开什么雾马？我想打钱啊，我装备不赚了，这不打赚了吗？我死了，我你觉得亏了？不亏不亏。向前。鸡怎么死了？我想问一下。看鸟，我看到了，哪个在哪个在运东西？不走寻常路。大路不是不可以追。知道。大王给我喝瓶啊，喝一口。哎，你们这帮逼是乞丐吧？酒剩这么晚了、啊。把我也说进去了吗？有备无患。向前。不走寻常路。稳了稳了，选窝了。下塔已被摧毁。不祥的征兆。时间的行进。哇，恐怖的上。那鸟。有备无患。时光飞逝。我方上塔需要支援。哎、上路两个怎么说、啊？我没踢，他估计不敢推。哎，下路这个二十三秒有档、哎。他有一个暗木在这边，不动他了吧？书生，你去刷吧。土猫在上，动了不动了不动。我上路踢了。我没踢。好的。我拉蓝猫，拉蓝猫。轰响遗忘。哎呦，几把雷！我就差点又把他带上了。没大，下路可以再踢一个，喝汤，我有大。下路有没有人喝汤？没有没有没有。我方上塔需要支援。怎么是你的双杀、啊？那不是吗？情理之中的吗？知道。不走寻常路。有备无患。轰响遗忘。哎，这波能不能给我啊？膨胀了。时光飞逝。这个鸟先让我运一下吧。进攻。哎，节奏不对。知道。主角没到，主角没到。哎，这鸟怎么没动啊？来有没有有没有嘘嘘、啊？哎呦，有啊，很有嘘嘘，很有嘘嘘。我要大塔了。大姐大，随便大。我已预备把弹出去。不祥的征兆。哎，有没有秘法？这俩好紧缺啊，怎么全是绿鞋啊？啊！又把我说进去了。枪也出个绿鞋不过分吧？又把我说进去，我虚空出秘法有点过分了吧？我方上塔需要支援，但是不是不可以？我觉得是吗？我上路打钱了。不是不可以。结束了。啊，滚了滚了，轰炸了，再也不会死了。
我更具有远见。帕克对风扇这些道具太他妈依赖了，有了风扇基本上死不了了。来战！天辉建筑全好像想打，老猫上来了。好，你又进来了，我们打不过。我方中塔需要支援，敌方上塔已被摧毁。不祥的征兆。这好爽啊！原始自信。我接上了。没的。我已预见此路。知道。怎么说啊？好的。打肉吧。打肉稍微过分了点吧。时间的行进。这稍微过分了点吧。时光飞逝。我倒了。我跳了没乱到。我方中塔需要支援。向我靠！那搞一个我去。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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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救你我也死了。哎呀，星长罗带去虚空。我要我操，老猫490的了，没血晶。你们是真的不怕吗？真的打不过。哎，这钢背有点难处理啊！他妈的，打不，两下都点不死那只鸟，真是服了。不行不行，得搞点正儿八经的装备。无法阻挡，不走寻常路。这什么装备啊？哎，中单的还有没有人权啊？从来没控过服。结束了。天辉禁区已被击杀。他是被吓得跑了。谁干的？扔了吗？再杀一只鸟。13秒有的。好的，抽了好多。我起来。我已预见此路。我们现在拿这个钢背有点没办法，先别大团啊。把你按灭了。按灭了，帮我来点盾啊。可以。你再拿个盾，我们正面团随便打了。只听教程指挥，走，教程。走，我打完这个。正在走啊！哎，你们一起用解盲牌，他会不会点两次奖？不会，会刷新 CD。好像不会。保密是当弱智吧？哈哈哈。右上一位夜眼军团击杀。通向遗忘，看着吧，向前来了，不祥的征兆，知道了，退下吧，我方上塔需要支援，无法阻挡。哎，要快一点啊！我想运大根。我方上塔需要支援。打猪头。
过方上塔已经失守。无法阻挡。这是一个爆炸。再见，宝贝儿。我好像看到了个鬼。没下吧，没下吧。你的时机到了。敌方下塔已被摧毁。时光飞逝。我方上塔需要支援。不祥的征兆。天辉建筑又稳了。加固。我已预定。认真对待，那就稳。哎，有人撞我，还有人踢皮下来，是个蓝猫。我还有蓝，没蓝了。啊，还有盾，你人呢？你们俩打不过，他被打断了。怎么好像一下子没血了？哎，他妈，这里有针耶！我来了。谁还是肥啊？兄弟不那么威力，我还想帮你干一下的。哎呦！早知道老子直接滚走都没点事。唉，时间诉说，看着吧，向前。发现我已经比这个巨魔肥很多了。好的。我操，大脚这。出装啊，到位，我只能说到位。怎么到位了？绿鞋过渡，绿鞋好贵的，500块，好贵的，买五个药。流传，无法阻挡。我感觉我有点亏啊。不祥的征兆，反正没撞吧。哈哈哈。啊，我接你的话，那你亏不亏？那你亏不亏？我在这面对着未来，他敢动你，看他不走寻常路。你刚刚临时买一个凤凰面具就不亏了。不在的啊，没带的，不是特别想去。我已预见此路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一下。这比拼什么啊，这好过分啊。有个妈妈打得太难看了。哎，门风光面具跑好快，好慢啊。我在这儿，我擦嘞，向前。围住围住。哎，进攻啊，电死了电死了电死了。蓝猫有恢复啊。嗯，好的。哎，是啊，哎，还没开，照他照他，减速减速，哪有照？哪有照啊？炸他炸他！电光灭了，我也没有大，没有，上路不是刚把他杀了一次？金子最实在，知道。家里有瓶子是谁的？正在找他，我的我的，我他妈怎么走哪都没符是啊？我这些中单你妈的就没中过几个符。不祥的征兆。哪一个哥上路线给你？我打野打远古很快的。哎，给我给我 ，B 哥，我枪齐了。时间的行进。我的血太少了吧，愈发强大了，通向遗忘，性感，时光飞逝，
正在走呢。妈的，没跳走，被他滚蛋了！操他妈的！不然是一波完美的。真的，我应该吹他，我应该吹他，然后再走。一定是。快到了。抓紧时间。我已预见此路。不走寻常路。攻击。无法阻挡。报道兵团。好的。来战。哎，过瘾啊，过瘾。我有东西。收下，收下。节奏不对，节奏不对。节奏不对。我靠，他居然林肯了，为什么这么肥啊？楚神刚去送了个大人头。向前，就是这样。老子连续直播三波了，哎呦，不行，再撞一下。该深造还是要深造啊。那个蓝猫好像是有点，还是要靠大脚神这大局观支配一下我。好的，我有大的，别怕。这怕个去什么啊？那个逼吧。稳住。回了。哎，这不干他，这不干他。你们想干他？那中路的人干完活了，要过来找我们了。哎，我追了狗。怎么办？快捂住了，赶快缓一下。缓一下。不走寻常路。哎，中路是一波节奏，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感觉到了。我跳还有七秒 CD。可以，你先手，别人先手。能够你先手，拉六猪。哎，留啊，大舅。再留啊。不是，我不能先手的。哎，我不能先手的。走。怎么会让我先手这个猪啊？别乱指挥！没先手这边，要打就有你干了。我不能照他的，我先手他等于说被别人先手。盾应该没刷吧？过瘾了！老子这1000块钱打了他妈10分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我们现在就是不够肉，站桩不够厉害。站不住，是站不住，感觉我要出 BKB。我方中塔需要支援。安静，回头见，看着吧。不是这样。哎呦！别冲动啊！糟啊，兄弟！谢谢你。师傅三波了，我操！你先冷静一下，你先冷静一下。你那个手高吗？等我发育吗？我方中塔已经失守。哎呦，两个个附体。哎，他们打盾啊！干，盾不给，兄弟们。这作用。正在走。这作用我不敢去。我去。那个蚂蚁能来吗？能。在打吗？没在打。没刷。这有宝石吗？哎，这有眼吗？我有宝石，有眼你查了。眼所说的那样。老子连着这副摊播了。我装备也不快啊，你小心点。你出蓝杖啊？我吗？不是，我说 Park， 蓝杖对 BKB 有效果。对，别升级大根了，没意义了。不祥的征兆。这种装备细节问题还是要提醒大王，大王什么都不知道的。好的。我已预见此路，尝尝我的阵图。蓝猫装备，13个那个。哦，好想杀他。
算了算了，我打远古，我觉得我还是要出疯狂。好想遗忘。时间的行进。向前。都先刷了。正如预言所说的那样，你的死期到了。这三线线开过去可以偷了。我还没有准备好，有点虚。刚才在上的。对，我知道。你能死吗？你别死，你别死，老鼠，你别死，你。拿了，你拿死我了。你拿吧，你拿吧，拿了走，拿了走。哎，迪哥，我不该让你先的，我应该把拖鞋清了，然后一起走。没事没事，问题不大，高低不破就行。好，看你又差那么几个兵了哈，帮你拨一下。一定是。哎呦，对了，连锁数值不会玩了。好好，我旁观了，兄弟，我说话就好。我也连锁了数值。我有点缓不过来了。等我到，等我到，我买 TP 有点慢。有针眼门口，门口有针眼的。哪有？他们现在我们弄出去爬。啊，赶走先。我跟他们差不多引到过去。咱不急，咱不急。我火系列，火系列。去爬吧。抓人啊！我们有蝙蝠的，我不打怕。这个蓝猫好像可以抓。抓人都有事。盲抓吧，毒的，还不抓？我们没开过吧？开过一次，开过一次，然后在我死了，然后死了，对对对，好的，来来来，把这个杀了，这个杀了，哎，知道，哎，哎大，打断了，老他，我是对得上他啊，哥。这个太好追了吧！哎，四哥，我操，怎么爆炸了？我要死，我要死！加了房了，走！走走走，要打就让蚂蚁先手，要蚂蚁死。算了，不打了，不打了，走走走走。蓝猫十七秒活，能走几个是几个。啊！哈！我看到你临死之前还买了几个眼。哎，我等级有这么高吗？我复活这么慢，我买不了哎。妈的，大了四个！哎，大四个的时候那个输出有点低啊，兄弟们。蚂蚁它在你大里面。我方十九秒，需要支援。先开个塔防。他买不了，他买不了，蚂蚁买不了，还是要给我搞个 BKB。我十五秒有的。哎，我方中路兵营已经失守，我方上塔需要支援。我在这儿。结束。好的。摔一个，巨魔在后面。巨魔没血了，后面。是吗？我拉了。哎，巨魔支援到了，快点！拿住！我放下塔，打死了。抓不到我。我还真。我操！快掉头就是。我操！
我放下他。背后怎么毛茸茸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差点压着硬的东西。妈的，属实稳点啊！搞点团战作用，团战发挥一点作用。这波他们大哥都没死。我刚吃了饭，智商降低了。打他妈死了一只去了。我也是刚吃了饭。现在就问题就是我们站不住，他那个钢背能站住，所以他其他人好输出，我跟蚂蚁站不太住。他还有羊了。好想遗忘。不走寻常路。这个蓝猫有点挡不住了。攻击。我们不能让他们打团，我们担心先把他们打死，我们再抓人。他们好多啊。你的武器到了。嗯，带线，等我出个 PKB 再打团。无法阻挡。这蓝猫现在有羊刀啊。好想遗忘。小熊，我蹲你一下。往上靠。我已预见此路。对，你蹲人很好，因为那个蓝猫你沉默到他，我估计都能把他 A 死。时光飞逝。我就怕这个蓝猫不来搞你，我感觉是个聪明点的人都不会来搞你吧。好，小熊，我这样说，来一个蓝猫我蹲得住，多来两个我就蹲不住了。我有引刀，我有引刀，还有大招。对面人呢？他想推我们上。刚才上。我们带他们下，就带线嘛。感受末日。我方上塔需要支援。我方向哎，这些人不屌我们啊！兄弟们，我带一波，这高地能耗好不少。快宝石啊，装备！马上有刷新了，有宝石。我的力量在成长。你们耗着吧，哎，看下路这个线，你们耗着耗着。哎，我推推法普林肯破了，有没有进？我破一路，我破一路，我破一路。已被摧毁。好的，好的。我们扛住，别塌房了。再追一下。我方下路兵营能不能坚持？哎，蚂蚁不能死啊！蚂蚁死了，我都不想回去了。上塔需要支援。死了。敌方下路兵营已被摧毁。我参加要另外办，小生枪死到现在买。真的吗？好。那我看行，我能消掉。卡住就买。哎，妈的，我开疯狂！啊、不是他买不了，我回去没用。上路兵营需要支援，我方上路兵营敲不掉了。哎，回去守一下吧。中塔需要支援。我感觉我会被流。夜野建筑全面加固。好的。小森，我方需要你拯救。啊。我方中塔已经失守。我怎么拯救啊？等一个吧，等一个。等一个 Benny， 对。我方中塔需要支援。我方中塔。你被秒呀！你扛得住吗？我记得扛不住了，乔森。哎，我操！他滚走了，我还中了一个。长穿了他们，妈的！哎呀！他我这。哎呦，说好的全胜了，兄弟们！哎呦！我买了这个向外傻逼了，完了不知道出装了。我觉得你长袭还是要换一个林肯这样。我操！老子第一次扣这么多的。哎，我操！最多就45了，这把扣了47，我操！哎，尽力。有点上头啊，关键是辅助哥走了，你们知道吧？这有个辅助还是军心稳一点。
早推不是说这个游戏傻傻的推，现在 DOTA 2不能推的，有人说乱打早推就结束了，现在这个游戏没有就是就上去 A 的，就上高地 A 的，哪有说是顶当着别人面跑到高地上 A 别人塔的，不存在的。嗯，对，最后一波是该买 BKB 的，应该买个装备再出去，死了家也没了。哎，摄像头放下来，放哪下面来？对，我们阵容没他们主流嘛，他们阵容是比较主流的阵容。上洗手间。对，刚才那把其实还是有机会的，破一路还是有机会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像那个帕克和蚂蚁，他估计都不是天梯，就打天梯没怎么玩过，所以打那种后期容易迷茫，我们前期有优势。像帕克蚂蚁这种都是他们天梯单排不太打的，如果说他们单排打的比较多的话，肯定知道后面应该怎么打。我们这边二楼老鼠，三楼冷冷，五楼蛛丝马迹，四楼是 NEO 以前的一个职业选手。先出疯狂再出雷锤是吧？我觉得雷锤疯狂打野不见得有雷锤快，然后绿鞋又有回血，所以就先出了雷锤，然后后面三楼冷冷啊，
不过最后一波我买个 BKB 守下来还是能打，就那个蓝猫他又秀了我一下，操，跳走了，滚走了。哎，刚才那些兵跑了，吸了分就跑。哇，这司马季5506，还剩五秒。对，他其实土猫一个控，蓝猫一个控，对我来说虽然就这两个控，但对我来说有点致命，那 PKP 还是要的。哎，那波如果是拖住的话，就是其实最后一波，如果我们拖住，感觉这个局势就很稳。主要蚂蚁还被秒，蚂蚁血太少了，太容易被秒了。蚂蚁在高地上被秒了，我回去也没什么用了。请挑选英雄，还剩10秒。请挑选英雄。TP 黑鸟，我可不可以玩屠夫啊？来个有 AOE 的 AOE。火枪怎么样？你可以，我不会火枪。我火枪也玩的一般啊。你不是还出视频了吗？瞬间火枪，瞬间跳刀火枪。那是DOTA一啊，DOTA一跟DOTA二不一样的。3点。DOTA一跟DOTA二，你先选吧。我屠夫了。那你选，我想一下。哎，大王。屠夫三皇对点，跳到风脸。三皇对点。对啊。点野鸡。哎，蛛丝马迹这个网站是不是就是那个外卖网？这火枪打黑鸟中路，好像还可以啊，听起来。请挑选英雄。补兵补不过他。暂时没有想到更好的。哎，炸弹人，快出门！尽力而为吧，我会的。哎，这四楼谁啊？四楼 NU。蓄势待发。啊！我也是个妹子的妈的。我的时候，你们这些巨魔注意听。就听你的。要不我给你开个变声器啊？哎，马甲哥。还可以啊。妈呀，那天唱的末日还不错啊。末不是红日吗？酒神不是怎么唱的？啊。命运酒神颠沛流离啊，明月啊，想起来了。哦、啊。做人没趣味。嗯。我勾引。酒神你去不去？酒神去不去那个什么？你把 TV 我最溜啊！那个唱歌还不错啊。那我唱太好听了，没法弄了，到时候。啊，好的。就唱首啦啦啦啦啦啦。好的。30秒后战斗开始。我看这阵容有谁能救我？主持人靠你啊！那蝙蝠一勾我，你就把我勾回去，一抓我就把勾回去。蝙蝠在这里，不是不可以杀哎。我觉得。好。哎呦我操！发现目标。嗯哼。
征战号角响彻全场。这玩意儿迟早用得上，我的准星指引着我。你中路打的是这个谁啊？啊？啊哈！哎呦，这好像有雷。对，我不是很敢动啊，这位。哎呦，吓！哎呦喂！哎，蛛丝马甲下路能不能干啊？尝试一下。没问题。我不学高啊，我学二的。哎。没问题。First blood。遵命。兵线不好，只能用散弹了。可以啊。我操，还抢我兵！哈哈，过来。哦，枪管里有。两次吧。那我还是会找机会啊。一击鞋子游走系列啊。哈哈。见缝插针。啊。散弹碎片。移动射击。没问题。一条新的。哎，攻服攻服。我去。致命一击，火药的裁决。双倍。哎，下来上。大蓝不知道我们野店怎么来了。我不会进去野蛋里面吗？我想进去。这够吃的慢吗？那你吃的好啊，吃两个地板了。我操，这是个妹子吧？我操，野爹，是个妹子。我这是报警了，还没跟我一边，我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了。给个叔叔。哎，马甲哥，我发现。我本来以为只有你的粤语话说得好，没想到你的普通话也说得这么好。那确实啦。好像火枪能压黑鸟的感觉。我把他勾过来是有机会啊，刚才这个兄弟有自爆的，小心点。哎啊，妹子干我，停止到了，是不是可以干他？可以。哎，他没原盾的，我很脆的，我操，脆的跟翔一样，我操，我操，球让我起飞了。哎，小鸡在，送一个饼。啊。可不可以给我灌一口啊？我只要一口就可以了。你看这是谁？我有绿鞋。好。可不可以变个鸟啊？没钱。没钱。直接冲塔干。等一下。啊，等你回。我回点血。哎，我吃个他妈控服去了，你回毛啊？控个服吧，控个服。你过一下。哎，怎么能上来把这波野人打了？我操！现在拿不了，我们俩拿不了。见缝插针。好了，算了，别当蝙蝠了。就听你的。亮在哪？看不见了。到人不见了。开始射击。年份。没问题。哦，还有，雷清了，还可以，现在可以打了，好像。我靠，这密色再多一点。锁定，死定，蓄势待发。哎，这是假的吧？试一下。啊哈！
打野再打野，你找一下应该能待上。找到，知道了。对，看到他能待上。有没有眼啊？眼或者鸟啊？有有。嗯哼。这边不是。我可以拿个眼。得放鸟里啊，对。好的。那我赶快。我单上，我单上。哎，中有救吗？狙击猎杀。那我去买个狙击。没事没事。哎，我操这变魔！哎，我他妈刚去晚了一点，趁汤去了，我操！不然你支援中路了。我看09去了，不看他，我直接走了，直接往你那个方向走了。我想过去救他。就是我想到有人来干我了，连晚了。说给啥？妈呀！他们那个优势的崩盘了，没关系。好的，一把子弹，啊哈！Illusion， 聚集到一点。卖家下路的装备，哎呦，被吃了。哎呀，我忘记了，我操！哎呀，我应该找个系统。你受得住？哎，人打群的。简单的，像射死一只蚊。发现目标，啊，要当心了。没问，不行。正比塔吧，大哥，我这下塔解放了。哎，不行了。枪子儿吧。我去找找看有没有鱼吃。不是不可以。能不能让他管理一下？你混等级吧。哎呦我操！锅塔锅塔。就听你的。锅过了我。散弹碎片，来一发。被死亡给吞了。哎，真是狗了。进入视线。这中路他妈怎么都跟黑鸟一黑鸟打火枪一样蹲这么多人啊？敌方下塔已被摧毁。他虚吗？找新的弹道。他没人帮的话，他打不过我。野店有没有雷啊？没有。你不要太深入就行，应该没有。好的。他雷在线上。嗯、没问题。那我去替你们猜猜看有没有雷。全力。哎呦好，哎呦好，刚说完。哎，我操，这什么节奏啊！你没有来吗？我说了这里有线上有来的，你没点信号啊？我想你炸了，我想我不会猜到吧？那可能我忘了给你点吧。狂了六级，他七级了。他七级了。妈的！妈的，向了三五。正中目标。快枪手，我的准星指引着我。哎呦，老子三连死了，无解飞节奏变成无解球。我的准星指引着我。哎呦，弹不太多。像子弹般决绝。没地方去了。点击了他。来下楼钓鱼啊！买个甲眼，你们下路。哎，之后点击。你要干个要开个雾啊，兄弟。老师，你听我的，买个甲眼，插下路，直接通关了。我跟你说，他们就会、啊、都会被我们打下来的，然后我队友就没有压力了。你吃吧。我买。那留着也行。假的吧？这真的？不会吧？啥？啊致命一击，就听你的。看见没？中路酱油。射翻他们！哎，我打波野再过来把这龟不吃了。哎！行。你听没用？妈的，有个蝙蝠是这样过来的。有用吗？我来了，我来了。这漂亮啊！漂亮漂亮 boss
我们的挂了，我打的飞机。我操，玩的好啊，你看。他有六。一样的。到底。刚才你们是在哪里被扎死啊？是不是这边都是嘞？反正就身上不清楚了。上来上午，他埋线上来的。我方上塔需要支援。正中目标。哎，还行。这两条鱼马上被排上。哎，算了。你的钱就是我的子弹。哎呦，雪崩啊！蝙蝠跳了吗？没有。发现目标。这个套路雷很多，九神雷很多，下不给我，再往前走就死了。他那个塔下也埋了雷的，天哪！两个假的，真的在后面。哎呦我操！天辉建筑，真的在这里。看到了。侦探有没有换血了？还要换毛？我们磨了。我这良心。需要支援。杀了他妈的！哎呦，这么多！见缝插针。敌方上塔已被摧毁。我的准星指引着我。操！没自爆。大哥。没自爆。天辉建筑全面加固。正合我的心意。我操，你这胆子好大。对啊，我也觉得。没问题。我看。哎，给个减速，老师，可以杀他。蝙蝠没到。哎呦喂！敌方中塔已被。勾他。大西。喂。蝙蝠真的。我们谈一下。嗯哼，一条新的栈道。哎，有人吗？没有，打前去了。轻松解决。遵命。来个人吧。哇，你在这跑。就听你的，散弹碎片。这会很疼的。那谁在动啊？移动哈哈！哎，这辆应该过来看一眼啊。刷在人旁边。咱们来试一下。刷在人在树林里埋眼了，刷在他里面，刷在人上。遵命。哎，这黑鸟不杀了他？你妈的！没问题。好了，我方中塔需要支援。这个中塔。啊，好的。啊，没疯狂院去。我他妈这老是拦不够，节奏不对啊。那我给你吃。别拉了。哎，感觉。先拿，等等。哦，面上了人七个。我没听。刚才我已经想到了。其实想到，因为他们这中路没漏人啊，可能就来搞我了。而且这 TP 刚被我打，注意力肯定在我这边。敌方中塔已被摧毁。再看。操，这边有一秀你啊！有人来吗？我来了。我是可以从后面过，感觉你要被换血了，什么什么？没有，他换过了，换过了，啊！我就喜欢换过了。我踢上来跟你们推上吧。
见缝插针。顿消了。回家喽。开始射击。嗯哼。都回去了吗？我还不能使用，我还不能使用。蓄势待发，进攻，狙击猎杀。我的准星指引着我。他们好像没发现这两个眼啊。嗯，没发现。黑鸟有推推。像子弹般绝。把枪了，推了吧。枪了有视野。不想活。铁蛋去做视野了。下路二塔吗？我打个引刀，我去深造一下。那先打了。子弹在后面。别晃别晃，我来了。当我了，他演的吧，应该是。是，没事。来来来来。四角又想去了。这边先生可以退塔了。发现目标。蝙蝠没火。啊！打了。对，这大哥还在这埋了不少。我又来了，我又来了。直播兵给我进入视线。好了，我在这看看能不能钓到鱼。我的准星指引着我。没问题。你这样推对我来说不是很有利啊。向子弹上塔没危险。中塔需要支援。我没气啊。敌方下塔，上来要踢两个，屠夫跟一起踢吧，屠夫。我没踢，我踢里面，接接接接，再接，你踢的太浅了吧，我操！我操，老下来踩雷了，我在这边踩了雷，啊！啊哈！九神，我只是说我帮你踩了600点血的雷，八点五加五。哇操你妈逼三个人抓了你 TP 好厉害啊好渣啊怎么这么高的执行力再拿一下谁的装备我死了丢出来吧可以可以换人牌我们家上面擦了眼我怎么打着打着零四一了我感觉我还挺优势的哎这蝙蝠那么呢跳过来了哎不能忍了干他可以干他跳过来红色神符阿到了阿到了阿到了哦我知道闪了闪了哎你野爹啊这哦 nice 啊实现了零的突破，还好那些阿德，我操！嗯，上塔可以推啊，可推，好，没事再打。这是零的突破啊！啊！不可以支援一个大。那我们这。散弹碎片，遵命。天辉建筑全面加固。蝙蝠活了就走了。吃一下。哎，我觉得可以打，在这能勾。等一下，巨魔他们知道我们巨魔不在，他们要打，要不打？我走了，我准备走了，兄弟们。吃了吃了。哎呦，蝙蝠来，等巨魔。哎，巨魔靠上来就可以打了。往上靠就行了。我感觉我要被拉了。
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我打钱去了，再见。高地他们。啊？要上高地吗？不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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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帮你们解说一下。我在想这高地怎么上啊？这么多雷，谁买不好上？你妈，你不是最肥的吗？我哪里肥？我操！我有人生肥。中路中路。狗爷要吃炸弹了，我要。狗狗狗，我要吃炸弹了。哎，我不敢做了。好，人生冲前面吧。Nice。哎，我操，差点炸死了。还好我肉多，我操！还好我肉多。你刚应该把瓶子给我灌，我给你骨灰。嗯，是的，好有道理呢，再加一个。有没有符号？我想吃骨灰。不，我想吃，我想吃瓶子。上上上上，十一吃了个玉杖，好不完。那吃石林刀的这边。一条新的弹道。我帮你赶上。不，来狗。蓄势待发。大，上车。哎，我们是不是推高了？已被击杀。这个被 A 死了，没注意啊，好像。不知道在哪里死了，我在送那个。在旁边死了。他怎么？哎呦。嗯。你死定了，算了吧，有个蝙蝠在，我掩护你，撤退。我有盾啊。有盾，但是有个蝙蝠啊。那蝙蝠在上。蝙蝠在上。哎 ，P 是不是跳高了？你们。放烟花。哎，他为什么不让我炸你啊？我的好哥哥。因为你在断，不想炸你。啊啊。哎。好溜啊！小龙龙跑得好快啊！等等，我看你玩多伤害啊，像杨门女将一样的，好厉害！我这个比喻怎么样？你的队友笑得好憨厚。就那个死胖子吓的，我跟你说，死胖子。是吗？是啊，你觉得是谁啊？就是那个死胖子，他嘲笑你。好的，不是不可以抡一把，抡。哎，你聘高了吗？他我聘，我刚刚我聘正常跳的聘，166了，刚才跳的。只有你能驾驭166啊，说明厉害。哎，你们这两个。还好我救了你啊，不然你死了。谢谢啊。那边有雷。爽。敌方下塔，谁推我一下？我没智力了，我变智障了。我不是特别想上去啊。本来说要装啊。我连散弹都没。能跳出来吗？宝宝进泉水一日游了。好，啊，那我拆了塔走了吧。跟我 ，nice 啊。蛛丝马迹都没进去。我来抢了，我来吧。我被粉了。哎呦，毁天灭地！哎呦，我这菊花。你不会说肉还是蛮肉的啊？啊，肉还是蛮肉的。快出来！哎呀妈！可以的。刚不想进去，我拼太高了，刚才。我方上塔需要支援。TB 是什么鬼？我刚才想够冷冷的，你不小心够了个炸弹回来。他死了吗？炸弹？死了。死了。那就行，不亏。我出这个斧头干嘛？我要出分身啊。
我来了，坚持住。我听到了，不是我听到了。啊？这弹手啊？啊？是谁踢上了？哎，怎么这么多人？没人踢的。我说我踢下了。他们人好多啊。我要先到一下。哎，打着打着我161了。妈的，这家伙出个阿托斯是什么鬼啊？嗯，哎，跑得好慢。他，你被阿托斯了，要被玩死了。你没发现他们又是跟我们今天第三场打的那帮人一样的？就全都走在一起的。连平儿还可以连五个。That's for me。第四盘好像。狙击。不是不可以退一波。哎 ，TB 兵也。遵命。好的。打团我还是不能被蝙蝠拉，其他都好说。轻松解决。吃姜子儿。哎，给人骂，我这。哎，怎么就去推了？我操！嗯哼。啊。接像子弹般绝不出去了。哎呀，肉还是我肉，我操！啊！哎呦！恭喜发财，我操！谢谢你们。哎，这个游戏好难玩啊！我操！还好我他妈没跟你们过去啊，妈的！哈哈哈！还好你没跟。哎，我没什么，没什么。哎，买活了！什么鬼东西？哎，试一下，火风上的好像好像被玩死了。哇，这样被团灭可能的。老子买活死好惨啊！哎，对，他刚那个时候还太被灭了。哎呀，好难玩啊，这个火枪。我是准备带个宝石的。我在想这炸弹得升多少级啊？就是一次赢得钱。收不起啊。你看刚才那波，有点不能忍了。我们本来在上路打钱，然后去中路，打了圈酱油，然后就过去被炸死了。接着打，接着打。那个奶应该不会死了吧？来来来，过来拿。哎，让我吃个经验。打工呢？哎，我拿。哎，哎，他怎么这里也敢？拿不 了哎，怎么又有粉？我拿了，对不起了，只能我拿了。我拿来，给我拿。哎，你怎么拿盾啊？拿，我不要，我是屠夫。奶酪，你拿。啊，你都不要吗？给冷冷带盾啊，我们上高地躲上，妈的！你拿盾干嘛？我操！冷冷不是说他是打工的吗？他拿，你不是打工的？他。打过来是给你打，他给你拿盾啊！九神被捉了，我站后面偷人的，我操！我向你妈马甲说他只要奶，你说你又是打工的，零九说他要拿，然后他死了，那不是顺其自然的就变成我的了吗？我当然要拿，我是男的。
警察，你带个宝石吧。我带了，我带了。啊，带了。我方上塔需要支援。连推我们两个塔。怎么感觉要吃了一样的啊？毕竟时间到一次，扛不住了。上塔需要。推吗？我这把已经打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玩了。那杀不到也是嘛，别人包团的。对啊，他要么就五个人，要还有被炸死的可能性。就没有给单杀的机会，只有前期吗？哎，我觉得我前期打的还挺顺的，打着打着就不知道为什么成这样了。我的准星。我方上塔。好的，补刀补给一下行不行？有两个在后面。我操，多少人呀？这波输出的好爽。哎，这波我输出的好爽。打这波可以逃了。哎，火箱要打这种团才对吗？老子在前面。大王没事，我把你的补刀补的安全带回家了。老子这波真是吓你妈逼呀！你说你这给人了，这路没了吧？我操，瞎鸡巴了这！我以为他六格了。没有。TV 满，我方中塔需要支援。要宝石，要补刀斧。补刀斧。啊，都可以了。宝石我带不住啊。那我带了，不会又来抓我吧？没问题。哎呀，我操了，没什么意思。没打。那个。没什么意思。哎，给我加下血吧，聊一下。哎，我的摄像头也没看。跳刀吗？拿三步跟着你走，我操！我还有多余的动作。来一波吗？还？好，聊好了。来一波。这波我感觉。把 BKB 再来。搞个 BKB。哎，不来一波，中路走。等我。快走。他打 BKB 去蹲他，要不然他们又要抱团干他了。没问题。口罩这边。黑鸟羊了。我要打 BKB 啊，快了，马上。见缝插针，散弹碎片，我的准星指引着我，遵命。我要五宝，我买个五。啊，我们没用过五宝。就在他们门口抓一个受限的，我们就推了。听鸟还有跳刀推推。上一波他们买了很多，那 TP 也是买的，量也是买的。你死定了！哎，我们开波过。